文化博物館聽日開始開放新常設展覽，介紹本港上世紀中至千禧年代初的流行音樂、電影和電視發展，展出過千件珍貴藏品。陳婉彤帶大家看看。百變天后梅艷芳離世之後，留下的不止歌迷對她的思念，還有很多經典造型服飾，包括這兩套2003年最後一場演唱會所著的紅色禮服和婚紗。講到造型百變，當然不少得哥哥張國榮。除了多套經典的演唱會服飾，還展出了香港人經典金曲《獅子山下》的手稿。以電影為主題的展覽廳展出多張70-80年代經典電影的海報，例如是《英雄本色》、《72家房客》，相信能夠勾起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很多咧，過往咧嗰幾十年裏邊咧，一啲喺電視啦、喺電影啦、音樂裏邊咧，係一啲好經典嘅場面咧，係出嚟俾大家觀眾去睇嘅。咁我哋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咧去recall 翻大家嘅 memory。呢啲咧其實全部咧都係每一代嘅觀眾咧都會喺嗰個片段裏邊咧攞到一啲佢嘅回憶喺裏邊嘅。流行文化係一個你同我都有份去參與嘅一個故事。展覽亦都設有等你埋位互動區，市民可以選擇唔同嘅經典電影場面，化身電影主角。展覽免費入場，平日開放時間由朝早10點去到挨晚6點，禮拜六日同公眾假期就開放去到7點。有線電視記者。